我是平民百姓，哦，为什么账号好像切得很快？没有啦，因为就是边切账号可以边跟大家这个拉低赛一下啊。哦嗯，好吧，我练了一对，应该还蛮好玩的。我用这对来玩玩看好了。哦，树王队，有人提到树王队，这个看似好像一个不错队伍哦。通常 CD 错开的话，好像不错，只是说建议大家这个围王哦，他会把你的新珠转掉，所以哈、哦，所以树王是不太建议啊。好，接下来换这一队这个吃石头，如果还过不了，就可以检讨了，好吧？好，这个目前假如是刚进来的人，不晓得现在什么状况啊，就是目前小弟在笑我是一个换账号的一个状态哈。哎呦，太大声了！这个我思考一下哈，这个不要搞这只来自残，我们来玩一点特别的，好不好？四西队好不好？哦，不是四 combo 了，我们来玩一个四西队。这个网络上有人用四西队在打，哦，但是我这个四西是含那个，哎，三西就好了，看起来是三西就好了。因为这一只他新珠王冠会帮我转掉嘛，所以就不需要了。那我要再搭配一只这个。我想一下哦，好，我们玩鸡排一点的，想要玩就玩点特别的，好吧？哦，非常好，43级，哦，拿来这个自杀的哈，哦，不行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80万那个房打不掉。悲剧的那个白虎兄要出现了，我们看下多悲剧啊！哎，真的很悲剧。为什么这个账号的白虎是等级一啊？哦耶！如果我选这一只，大家不觉得会不会太奇怪了啊？四星人。下这个血量，好，玩这个很奇怪的玩法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哎，不对，这是未解放，好像75%而已，那肯定要解放一下，不是那个要进化一下。我们还需要一把剑，80万，我算一下啊，各位等我一下。要超过20万的血量哈，这个既然是吃屎秀，我们就玩狠一点的哈。哎，我还没过哎，我怎么跑到一个湛蓝的那个？不好意思，那个有点错乱哈。个十百千万十万。好，有人提出来了，这个帕数盾会悲剧，
好吧，我们玩，要玩奇怪的就来吧，这样会不会太奇怪？哦，基本上好玩的而已啊，通不了关没关系。很怪的队伍哈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个有玩家提出来，如果答对七颗石头，基本上这个关卡真是有点鸡排啊。没有用大圣，感觉会有点那个危险。30万，来吧，同系列先 K 掉。会不会太邪了？你老大，你的邪传。还真是有够邪的哈，刚邪过头了。啊，如果用这种很鸡排的队伍过不了，我们等一下用正常一点的哈。不过我是想要玩玩看的，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说要看吃屎秀了，人吃好几颗了。哦，因为基本上一般正常队伍，大家应该有看腻了，没看过这么鸡排的队伍。这只是哦七破防75%而已。234，好打三的。我可以看西亚的露珠是很漂亮的。哎呦喂！尽量不要做 combo， 哎呀，闪不掉。我的天降甘霖出现了。其实我刚不想要出手的，基本上这是个失误啊。好吧，那就一局。不能一举歼灭，我还想一举歼灭。这边的血量是50几万。两个同系列，我靠！好，跟他玩一下，好吧？看看同系第一是他硬还是我硬哦？他硬，他硬是不是？好，我再跟他玩一下。还蛮硬的哦。非常硬啊！这个希腊我大概有稍微研究过一下，我是习惯这样打。看看是他硬还是我们硬，是不是？男人最怕人家说不够硬，是不是？
我是说骨头啦，骨头，对，这个我们要骨气嘛，对不对？哦耶！接下来是8000多的伤害哦。这样不小补补不补补不补得到。非常悲剧的这个 CD 二，这个还差一点。好，上一下印记。哦，转错了，失误了，好吧。哦，基本上这属于好玩的队伍，我们就再来一颗吧。好，一颗，第一颗。可能等一下要再来一颗咯。非常好。好，第二颗。非常好，这个目前的天降是属于不给力的状况。我们要试到破防那一关啊，第三颗。哦，第三颗了。我们现在，刚刚忘记切关卡了。这个指定图形盾嘛，哈，80万嘛，20,100,000,80万。好，我们试试看这个有没有办法破得了，这边才是关键哦。我是还蛮有把握，应该破得了，只是还有下一关了。哦，这个 CD4，我看这个 CD4，我就头痛了。左边点的话，那就是比较危险的状况。Very good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提升挑战等级到30万的一个血量。30万。印记上。哦，这个我们要，我就是玩游戏嘛，好玩就是要挑战极限。30万是不是？有点险哎，要开还是不开嘞？开安多一定会超过啊！好，开吧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叠到两边去啊！什么？哦，非常好，是有破防的一个现象。可是刚刚掉怎么没有很精彩的感觉哈、哦？我相信应该让大家失望哈、哦。
啊，悲剧，悲剧。嗯，第四颗，为什么要吃屎？因为我就是要等这个了，哈、哦，这个。看可不可以直接破防哦？目前的看起来这个画面是没有。来吧，老子给你拼了！有人会觉得我开机开得很快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30万有没有破呢？非常好。所以这时候我事后诸葛的告诉大家，刚才开机是正确的。啊，45盾啊，球大了，顾着打，没有想到这一关哦，对不对？这时候45盾的玩法就是全部消就对了啦。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没消到啊，有没有消到？哦，有。哦 ，very good， 我们暗岩终于发挥它的作用了。哦，可以看到这目前是4颗哈。啊，你宅系啊你，上一季，趁这时候没有，我们就直接开了哦，因为等一下他要帮我们转，不用担心，等一下他要帮我们转。哎呀，左边没有削到，没关系，就送他一个舒服吧。这我们山西队就很不错了哈。喂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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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一次看可不可以送走他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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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O！ 哦，4颗还不错，用这只白虎来，有点瞎。哦，由此可知，这个山西队就还蛮不错玩的哈、哦。以上这个是算是千辛万苦的一种，就是打法给大家这个参考。哦，这个这张卡片还打得真他的辛苦哈、哎。我们看一下卡片好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哦，对，没有，哎，就是光暗兼具的一个效果，哦。以上这次实况的还算这个成功，哦，不至于死太多，哦啊，吃屎又嗅到了，哦呵呵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啦，拜拜。